下面我们来看有关中国经济方面的消息。中国11月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，工业产值、零售额和投资额均显示强劲增长。国家统计局星期五报告，由于能源、房地产和很多商品价格上涨，消费者价格指数出现10个月来首次上升。衡量中国数百万工厂企业活动的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9.2%，增幅高于10月份的16.1%。但中国11月份出口额出人意料的下降1.2%，进口额较去年同期增长26.7%，11月份零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5.8%，零售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